大家好，我是阿迪，哎呀，欢迎收看我们喝咖啡频道，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这集非常让人期待又兴奋的深夜食堂第二集。所以那天拍完第一集我们的深夜食堂过后呢，隔天我就乱扯阿迪跟在说讲，我今天要拍第二集啊，今天其实是第三天吧，我们就来了。我今天有一个梦想的是哦，我想在这个深夜呢实施炸鸡自由。为什么突然想吃炸鸡呢？其实是我们的你在说大家都知道啊，他就是一个活活贴贴的韩剧控，所以他每次都看那些哭到非常凄凉的那种爱情剧啊，所以他看的都是里面的男女主角，但是我们看的其实是啊那个剧里面的那个炸鸡。可怜剧里面哈、哦，只会有酒部啊，他们都会啤酒掺炸鸡 ，yes 炸鸡一定会有，就弄到我很想吃这个炸鸡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料理韩式炸鸡，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。哎好，既然讲到炸鸡自由，你的炸鸡一定是要煮过来了。这是韩国炸鸡，韩国飞来了没？不是，韩国有这个粉韩。我们频道是童叟无欺的好频道，讲的是韩国炸鸡啊，真的是韩国有在卖。我没有想到你会讲这一句。所以如果你们只是认为我们就是拿这两块炸鸡出来敷衍大家，对不起，你不认识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还会特挑一个韩式酱料，所以我们直接上材料 ，Let's go。我们的酱料呢，也是从抖音炒来，现在最火爆的韩式酱料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料理它。其实现在真的是很方便啊，你想要什么食谱，你去抖音找都找得到，哦、而且、哦、它的味道是好吃过很多餐厅。预热，先爆香一下我们的蒜头，爱吃蒜头的就可以下多一点哦。就是很简单啊，我们因为毕竟是宵夜嘛，如果你要用到很复杂的工序的话，可能煮到来就五点多，那个它就已经不爽了，早餐了已经不爽了。OK， 所以哦，韩式酱料我们看到都是红红的嘛，所以我们炒不了这个 tomato sauce。所以我理想中的韩国炸鸡啦，是要有一点甜，可是它是要一点辣的。我不喜欢那种太甜，完全番茄酱的那种、哦、啊，因为很多外面的韩式料理店哦，他们都是冒on番茄味，你懂我在讲什么？明白，明白。嗯，等下锅村上我们就放多一点，放多点，毕竟这个是自己料理的。所以你可以很好的拿捏你自己喜欢的味道。两汤匙够吗？够够够够够啊！OK， 这个应该有辣了。哎，其实小时候啊，我家里有嘎嘎的嘛。我嘎嘎，你负责我们大家整个家庭的晚餐的，所以我嘎嘎负责炒饭的。我是后面 try 味道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六岁就在做这件事情啊。整个厨房只有我跟嘎嘎哦，嘎嘎放盐放糖，然后我就在后面这样一口一口 try， 直到我 try 到。哎 ，honey 要多嘛你 ？honey、啊、honey 是甜的呗，一般先。一般啦、啊。嗯。这哈尼是今天刚刚买吧，很新鲜的，刚刚我们自己去挤。这哈尼起价很贵哦，好料吗、哦？以前十多块买到，我现在二十多，它的香味已经开始起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再说要骂地啊。油了油了，其实这款韩式辣酱、哦、通常都不会翻车的，因为它就是把全部的酱料倒下去罢了。像那种不大会煮的，其实也是 OK 的、嗯，已经差不多了嘞。不过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它的量不够多，因为我们毕竟这里有二十只炸鸡耶，不知道够不够翻。那分两次、哦，煮两次啊，这样麻烦你哦。啊不是一人煮一次的呗、啊？你讲你喜欢煮的吗 ？OK OK OK， 看它煮给谁嘛。哦可以放炸鸡哦，你看我整个倒下去，一个个，哦呦，哇，好疗愈啊，这个过程哎，大家炸鸡在翻滚，好像有点太多，嗯，这个酱汁的味道是不错的，只要裹上每一个有酱料，就是完美的韩式酱料。哦，你看听到吗？那个炸鸡的声音。大家，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要注意一下，不可以太湿，太湿的话，它那个炸鸡皮会脱落。现在整个。客厅都充满了那个韩剧的氛围，这样子看就已经是有了。小啤酒，刚刚好哎，它就是它的亮火十支是 perfect 的。我们的第一批成功出锅，卖相很成功哎。我已经很想吃了，可是还要做第二批狗。来，这个就麻烦你了，因为你有经验了嘛，就不用我了。OK OK， 来第二批，继续调酱汁。我们的韩式炸鸡完成，大家是如果你以为我们只是这样，对不起，这四年你又小看了我们的频道了。所以哈，我们就是打算拿出一个万大之王来配这个韩式炸鸡啦。而且这个一定要在这种深夜食堂里面一定要看到的一个终极武器 ，mozzarella cheese。Yes， 买了三包，直接烤了这些淋上去。因为这种鸡啊，你就是要圈着那个起司，但是一边拉丝一边吃才够爽的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在半夜的时候，不然它会少了一种。
很劲，所以自己吃的哈、哦、少料千万不好客气哦。Oh my god！ 我不确定鸡翅真的是这样，真的吗？要放油啦。它加热怕不是？哇，很香啊，它的鸡翅不对了，我们。啊、我不懂哎。要粘的吗？要粘的吗？我信你啦。要粘。粘，你要先帮它粘。我的冰厨有一点粘，因为怕超会搭在那个锅底，会的嘛。没有粘。三包啊，哈，三包了，现在完了。吃食物这个，这一包多钱嘛？看我上厕所，还差点不够钱呢、啊。哇，我不能想象，如果是倒在炸鸡上是什么样子哦，必须绝配的那个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特制。我们半夜给大家看这个会不会太坏一点？不是气的，这种是哦，要趁热吃的。哎、哦，可以淋上去吗？这个应该不是三四层哦，马上搞一搞。试吃时间，所以到底好不好吃就取决于我这个进口了。我要挑哪个吃呢？我随便拿就好了。我想吃鸡腿。哇、哦，这种东西就要吃到爽。那我们先吃一个原味先，好不好？特制的那个酱，韩式酱。哇哦，好香！哇，我们终于成功了喂！咸香咸香哦。很多人好像会以为啊，炸鸡哦被韩式酱包起来过，它的皮的那个脆感会被影响，但是其实不会，它的脆度还是很脆。尝那个味道，甜甜咸咸。甜咸辣都有，嗯，很适合。因为我们就是自己不是很喜欢太甜的东西，嗯、所以我们就放比较少哈尼，所以它是偏辣多一点的。哇，我吃到了哈，我都不想讲话。哇，这个太好吃了。嗯，吃完了没有？你快，我要吃鸡翅啊！我要。喂，你第一次瞒过我哎。快吃香快，好吃，我吃干净了。哇。我们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掉一个鸡腿了。来，我们现在直接看我们的鸡到底好不好吃啊？这是我想吃的，大只一点。我也是，因为刚才那只太好吃。哇，你看我的那个，我选鸡跟蛋，我在找这。啊，有了。我拿起来，然后你裹上去。哇，不要打到我。哦，所以哇，很重哦，这个大鸡。真的，这个鸡血很它因为它很浓稠。大家你看，超疗愈，这个炸鸡。所以你的偏心可以自己的，你给我抓到。因为我比较容易。OK， 试试看。它的鸡被我一口就干掉了。我们的炸鸡真的是很成功哎，因为它的酱你不会吃到它跟那个炸鸡是分离的。就算是我们放鸡上，它其实还蛮融合到一块的。哇，这是绝配哦，解脱可怜哦，你看那里。我们的炸鸡本来它的质就不是来很均匀，所以有些地方有些咸，有些就比较淡一点。但是如果加了这个鸡过后，其实它就是有综合掉这个感觉。它口感很好，因为我喜欢抹扎瑞拉的鸡肠，它会好像有点口香糖那种口感。嗯，那咬不上咬不上，它那个鸡肉下去，哇，整个口感就很好。再加多一点，反正是自己加，所以不用客气。完美嘛，大家，完美，太满足了，开心了。这已经不是在咬鸡手，这个是在细鸡手，这已经是好像在吃米粉这样。非常完美的案发现场。恭喜大家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要搭配汽水才够爽。哎，你帮我开一下，来，你先拿杯。Hello， OK。哇 ，OK， 来喝一下。有生之年一定要试一试。我终于明白哈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多人要拍 ASMR， 爽啊！会真的很爽。你的工作就是试给他看，吃到你饱，吃到你爽。哎，这是很爽的一个职业，但是要适量啊。比如说要照顾身体啊，这鸡太棒了。可是鸡少量要硬啊。然后我发现一个很加分的东西是阿丁刚才就是不是有炸那个蒜米啊？对。然后你的蒜米其实很多它是粘在这个鸡皮表面，虽然看不出来，但是你可以吃到那个蒜米的香。而且因为是你有炸的关系，所以它还是保持那个脆脆的感觉。我忘记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收获。第二只完了，来了，这是我想吃。鸡翼啊，鸡翼，我要把它变成那个黄金翼，爽啊！如果有一天可以去到韩国，我们的这位前面的小哥哥呢，他今年要去第二次了，他就在下个月他就会去韩国了，给大家透个剧啦，所以他去那边还是要去拍片的哦，大家。这次不是我们送他去的，是他自己要去。他讲一个人去啦，来讲他是一个人飞过去，可是有人在那边陪我，就是不懂啦。开心过他的生活，人家是会玩。我很恶心。
讲太多了，再讲。会玩啊，会去韩国玩。他去韩国玩，他会玩。他会玩，他会选好吃的地方带大家去吃。对，不要乱想你们。所以，我们第二集的深夜食堂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我们要好好享受我们的炸鸡。因为 Jasper 啊，我不懂，到现在做了四年了，到现在叫他入个去吃个炸鸡，好像很困难的事情哦。可是他自己跑到外国拍，他可以，可能他现在素颜呐，我们也理解啦，因为半夜嘛在家。所以 OK， 我们明白。所以我们今天影片就是到这里啦。所以等下哈，我们关机过了，他就来，对，他就来了，我们就会好好看着我们眼前的电视，一面 bokeh 一面吃我们的炸鸡。好啦，所以我们的素颜先生，等下你一定要吃完哦，因为你素颜的关系，所以你要吃完。对，我们影片就是到这里为止啦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好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大家，拜拜。我们会有第二全身都是的一个。